谢谢发言人，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。我们对此不做评论。各位记者，大家下午好。任何国家在管理互联网方面都有自己的做法，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主权。This week it has been 6 months since Canadians Kevin and Julia Dawn Garrett。这个我也挺逗的，为什么不是小冰柱？